来一个药水儿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你半卡也没卸是吗？没瞅着，刚才点东西呢。你再送一个吧。来一个锤形态小炮。不要让我的锤子陷入疯狂。哎呀，看看啊，我上来我先。全军出击！不行，我打他一定会被塔砸，算了，不合适啊。走的路当然很多。谢谢夕阳下的夜的10个半卡，感谢感谢。一个德玛西亚人，一个诺克萨斯人和一个弗雷尔卓德人走进了一间酒馆。老板问：“想来点什么？”德玛西亚人说：“嗯，我要来杯葡萄酒。啊，不对，来杯麦芽酒。”我给你个肥皂。有些东西太重要了，无法放弃。螃蟹攻击距离其实挺近的。减肥皂，减肥皂。扣一啊！一级学的 W 他，那我们可以干一干他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闪现一 A 抽一下，致命点烟。锤子才是主力，我只是负责甩而已。给我上墙，逼咚，抽一下，撇肥皂。上墙 A 扣一下，平没死，撇肥皂，完了，孤立了，真傻逼。哎，这波不孤立好，给我孤立了。那不算啥，我正在打一场持久战。先来一个小日炎。W 能挡住闪现吗？挡不住。俺们家这艾克我看出来了，小带一个，小带。我已经有点明白了。如果你在等着我放弃，那你也许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。不用插眼，他们家没来人。告你们个小细节吧，这小炮的细节啊，这个肥皂一定要撇到人身上，然后要带个不灭，都给 W 打住，平 A 用 Q 来斩不灭，来补刀，然后日炎靠小兵，这样不灭就不会没，然后一个小肥皂。撇肥皂，我这一个肥皂可疼了。一咚，哎，平 A， 撇肥皂。看来得走这边。你玩呢是不？那能让你回家吗？打爆破，
小炮说什么？坚持住吗？走了。来个部件还吧。回到这里说了什么？知道我用什么吗？手推车。来个部件还。死不了。嗯？给刺儿死了。我操，这至于吗？咦，怎么变成卡牌代师了呢？你咋的呀？我是不是给你点脾气了？你咋的呀？哎呦，我卡牌代师。我是不是杀不了你？我发现呢。好吧，我承认。把牌给我扔了，你给我起立。有的时候，你只需要做。换路了，换个小远程英雄就能跟我打了。你干哈呢？我这都不可能让你补刀，我撇肥皂，捡肥皂，你哪有虚区呀？你跟我说的，你有伤害吗？你干哈呢？等唐唐来，我们一个坚定风采啊、哦，坚定风采。还换路了，整个小卡牌还上来了。都不掉血呢，都注意啊，这个日炎别烫着他。你看他打人都不掉血，那还没我撇个肥皂疼呢。随便打打吧。溜了，回家了。无敌了，他打我给自己蓝打没了，我站着让他打20秒他都打不死，你们信不信？就这卡牌的伤害，找人是很难的。不是啊，我站着让他打20秒，我们可以倒计时。也打不了，扣一下，撇肥皂。嗯，我的肥皂呢？你啥意思啊？嘿，狗贼！闪现！
这是什么意思？完了，是我去了，人有点多呀。我忘了有闪现了，其实我记得。大过去啊！啊，卡莎没来，搁这儿呢，卡牌没事，搁上路呢。我们去跌倒的地方再上。无畏战车把我杀了。螳螂，别再偷偷摸摸的了，我知道你们在那儿。这个一血塔我拿定了。你真德玛西亚。希望他给我熬红。好痛。不过这个定人还是挺烦的啊、哦，挺讨人厌的。你给我起立呀！这怎么空的？这是？这不应该空了呀！不拆了，我们应该拆不掉。打个红吧，有红吗？回家了。锤石太惨了，锤石，我要写个惨字。我来了，波比。这小袋怎么零杠二了呢？牛头是吧？这牛头咋没上墙呢？不行，这快走！上墙牛头，抽死这牛！撇肥皂，抽闪！三二一，给我死七百。等一会儿啊，那厄扎特可能有技能。等一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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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小炮过来的、啊。给我追！抽墙，上墙。那牛头怎么回事？那牛头谁让你装杯的？牛头啊，让你装杯了吗？牛头，好吧，我承认，把你牛牛给你激活了，回家。有的时候你只需要做你自己。谁的大招？塔牌带师。哎，好勾，打死他！起立，撇肥皂，抽点盐，
不死。死？干哈呢这？再推。哎，漂亮！你别害怕，我马上冲上去，你知道吧？铁肥皂，给我回来！塔塔。哪来个波比？跑波比，往哪跑？上墙！好了。哎，抽一下，走了，我打了，螳螂来了，撤。太幼了，幼不幼？幼啊！打个小龙吧。哎，螳螂上墙起立，给我追杀牛牛上墙，铁肥皂冲一下，我感觉这螳螂可能在这里呢，没有。现在的队友就都躲在我的胯下虚虚就可以了。有些东西太重要了，无法放弃。我有点是像这恶霸。好顶！我捡个肥皂，捡肥皂。如果你在等着我放弃，那你也许一时半会儿走不了。捡肥皂。哎，铁肥皂，这牛就别杀了，这算了。铁肥皂，低头起立，致命点燃。抽一下平 K， 哎，利息已经高的来了，牛，撇肥皂，他装备牛头，我才能装备。打个爆破吧，
哎，这我就上不去了啊！快撤！现在谁不走啊？谁就是有点傻吧？这你们说，快跑！再见了 ，AD。打个蓝我们走。害银晶，怎么害银晶？他们这属于自己有点狼了，这太狼了，这不行，得来个巨酒。其实优势没多大，也就我们优势点，那 ADC 后边捡捡人头跟那小胖才一样多。太狼了，打大龙ADC 没在呢，等一会儿。这发条幺幺幺幺，扫一下啊！一上来打把妞，你给我起飞！先杀小炮，错了，波比。好拜年，给你个肥皂。给你顶上墙，致命点。堂堂杀不杀？杀！他掉线了，杀不了。他是无敌。